黑，看不清你留给所有的伤，指路好长，通往正确的。今天有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八点的时候我会去九九一给大家这个咱们家出彩的主播呀，还有我也去开个场给大家去这个投票啊，一会儿到时候大家呢在直播间守候着啊，感谢卢玉栋的心，有小号的大家完了准备一下小号。好像应该是不参加了，还有心如，还有一个叫应该还有第八，觉得我就不知不觉自己就会有一个小笑点，就是没瞅自己都会想笑，你们有没有那一瞬间的那一个瞬间的一个表情的感觉就非常可爱。票散了他怎么办，他是一个人一投票，不是说所有人投票，是每轮都可以投，每个人都可以投。还有说没有像我们的溜达是谁，大家就可以准备个小号，没事就咱们自己就当玩了一样啊，不管结果如何咱们帮一把就帮一把啊。嘿，来一个我们的暗号，大家自己
高山上六座庙，庙有个天王他对着笑。世上有座山，山六座庙，庙里有个宝塔镇着河妖。天王盖的虎宝塔镇河妖，天王他盖的是那个子的虎，天王盖的虎宝塔镇河妖，宝塔他镇的是那个子的妖。天王天王盖的虎宝塔，宝塔镇河妖，天王他盖的是那个子的虎，天王天王盖的虎宝塔，宝塔镇河妖，宝塔他镇的是那个子的妖。天王天王盖的虎宝塔，宝塔镇河妖，幸福会然哥，哈哈，欢迎我们家的幸福啊，咱自己家的幸福回家已经欢迎所里客房了，欢迎来到四八二三。宝塔镇河妖，宝塔他镇的是那个子的妖。天王天王盖的虎宝塔，宝塔镇河妖，天王他盖的是那个子的虎，天王天王盖的虎宝塔，宝塔镇河妖，宝塔他真的是那个子的妖，宝塔他真的是那个子的妖。你说
对墙啊。好了，我看到了。哎呀，完了，你让人抓住了。现在风影哥、陈峰哥，不行，我得先跟你聊聊。嗯，怎么聊呢？就是已经身为公爵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就不能上午过真爱之后就自己就升上去了？啊，我觉得陈峰哥应该不会随便的跑。这公爵非常的少，咱家一定要把这个公爵啊，一定要把公爵这个。保护好，嗯，不能乱跑。但是你可以去我徒弟那儿啊，也可以在七下这儿说溜达溜达都是没问题的。别人家可不行。嗯，我不想生的。你不想生的，那咋生了呢？报告，我想改训诀。不行，欢迎空空哥啊，不行，韭菜姐不行，生了韭菜了。你们一天一天的，欢迎我们的大尾巴狼哥送来的水晶球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到日子了啊。你这么一天呀，你们一天是不是都给拐跑偏了？一天天的生了有压力呀。没事，我给你动力哥，我们一定要向前冲，向前看。但是没事的时候你可以不用，你就在这儿待着就行，有事的时候咱就得上。嗯，就是不管上多上少，我希望就是不管你是公爵勋爵还是没有爵位，到何时何地，我希望你们能站在我身边就行，就不用别的，就站在我这儿就可以了。不生不行，憋不住。哎呀，完了！我们家纯绿色的风情怎么有点偏黄呢？靠宰了，跟谁可是？谢我心雨，哎，谢谢谢谢。我才想起来，我手指盖好像都有点绿，现在你们都是这种风格，偏黄绿。偏黄绿风格，你们属于现在，这是不是现在的风格？就现在跟你们不是不纯绿了，你们一点都不纯了啊！这个绿不纯了，就像我这手指盖一样，就是有点，是不是黄绿黄绿的？你们能不能不要这么配合我？我今天心动的这手指盖。热乎乎的，黄绿黄绿的。不是说去健身了吗？那我还能健身一天？健身完了我还不行，却美个甲呀。还有说抽烟抽的，你家抽能手指十个手指都能抽焦黄焦绿的。那不是抽的，那估计那手是烤猪蹄烤的。多大的烟呢？谢我们东哥，谢谢我们的菲菲。嗯，哥又生了一个公爵，这么厉害！谢我们的浩浩，谢我们的浩哥啊！谢谢谢谢。这样吧，我今天就任性一回，成功哥，你这样以后就什么都不用了，咱们就今天，我想要个守护，就是能带公爵的，我就不想要别的，我就想要个守护，而且这守护能挂一个月，就搁上边，就是为了一点点小小的牌命。你会开吗，哥？不一样呀，不是还有一个哥叫东东哥，东东哥，你的什么是守护？你是电脑上的吗，成功哥？像我们的全职妈妈。这可不是坑，这个是免战牌。
但是千万不要相信私聊的哈，应该那个我看看啊，我成功哥应该有我的微信，但我俩从来没说过话。东东哥也刚刚升的公爵，刚刚升的，为了庆祝一下咱们升公爵，我们再开一个神户好不好？手机是开不了的，得电脑开。东东哥，咱俩有微信吗？啊，我知道那个成功哥，咱俩有微信。手机是开不了的，得电脑开。你要成功哥的话，你要有微信的话，你把你那个微信，不是你那个微信，你的账号给我，我帮你开也行。手机开不了的，手机开不了了。我是你。我不会主动加你们的微信，我加你们微信呢会让小胖给你们拽下去啊，加你们的微信。我的微信号再给大家看一下，除了我这个微信号都是骗人的，千万千万不要相信。我也不会让任何人去说你给我多少钱我加你微信，不可能。除非你在直播间的时候够这个二十组一三一四的了，我就会加你们微信了。这个是我的微信号，一定要记着，三个 F 四八二三，多一位数少一位数都不是我啊。多一位数少一位数都不是我。不是谁都能看得到的啊！你还好吧，老大？我还好啊，我挺好的呀。
上了二十棒他不可能。东东哥你不可能。东东哥你是不是以前花海哥早就应该是攻击了，他不生啊，他老憋着。你若是雨，我就是风，啥希望是冬。我给你看啊，什么希望，什么希望，就是哎呀，这个怎么整的老变大了他自己。就是啥呢，就是有什么希望呢，就是难产吗，不行胡说。欢迎那个拼努力拼命哥哈。因为啥呢，因为就是别人的直播间可能就是说很多很多的公爵，但是很少都是自己家马甲的。我就愿望就是我的第一篇就是咱自己家的马甲格式，完了公爵，完了开上一篇守护。就是有曾经啊，曾经就那么就那么一两篇，我的守护一篇超过了，这从来都没有超过一篇的。是多少个我不知道，因为我这一篇可能挺多，我这一篇应该是二十多个吧，我这一篇应该是二十多个。大哥不要介意，菲儿经常念错名字，我念错谁名字了呀？我没有感觉呀。东东可以加微信，东东哥呢，你把微信发给我啊，谢谢繁华哥。我念错谁的名字了？拼搏，努力拼搏，对劲啊！我说的不是努力拼搏吗？我现在守护几级呀？我手机都可以能不到，我手机都可能不到。我现在守护几级啊？我手机都可能不到。是我说错了，还是他写错了？我哪看错了吗？手机看不到啊，手机看不到啊，手机看不到。我管人叫努力拼命吗？啊，别听，那是可能说错了。骗了个微信。哇，谢谢努力拼搏哥，你可以发给我啊，或者是胖啊，你把他那个转下去，我加你一下。哎呀妈，这个不行，我要给你唱首歌。谢谢我们牛哥哈，谢谢初见哥，谢谢拼搏哥送来的锦鲤。那我就唱一个这个吧。咚咚锵，对了，能点歌吗？可以啊，谁要点歌？你想听什么歌？哥，我先给你唱一首歌，你再点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谢谢明生哥，今天怎么这么卡？是不是别人家也卡吗？
你若是雨，我就是风，是雪也是冬。多少话语藏在心中，想唱给你听。你若成佛，我就是僧，各显神通，就像迷人的妖遇见了悟空。勇敢
样的蝴蝶不流泪，不要所有失望，只为了美丽的绽放。死亡无憾的愿望，谁也不能阻挡。这条路到底有多长，几首歌才能唱到天亮，看不到谢谢你教会了我陪在我身旁，勇敢的蝴蝶不流泪，就算这风雨狂，拍打落受伤的翅膀，翻越了高高的山膀，总会有属于我的地方。勇敢的蝴蝶笑吗？不是，我说你，我说我好久没个比你 PK 了，我这条件也不好，不敢跟你俩打。然后呢，今天也是寻思，我行不整整一手，支撑一手，壮壮的，嗯，提高一下 GDP。行啊，我整一下，嗯。
感谢大板牙。什么局呢？唱歌局啊？才艺局吧？行，那我就先闭麦了。你唱，你先唱，我这票多，你先唱。我票多。没事，我后期执行，没事。来。行，那我先来吧，我随便整一首吧，是吧？来一首啥歌呢？能把这个氛围能够支撑起来的呢？来一首《假如》。感谢我大宝牙。一份爱能承受多少的误解，熬过飘雪的冬天，一句话能撕裂多深的牵连，变得比陌生人还遥远，最初的爱也像火焰，最后一把被风熄灭。有时候真话太尖锐，有人只好说着谎言。假如时光倒流，我能做什么？找你没说的，却想要的。假如我不放手，来吧，飞到飞儿的了，感谢我小姐爱啊，小姐好听这首歌，每次听勉哥唱歌都是那种陶醉，我要是赢了我还要点那首歌行吗？我告诉你你听哭偶的感觉不一样，只有赢了之后，勉哥我就想听你的原唱，来一首那种自豪不一样啊。来一首，兄弟们一起上个票，六九军团太猛哦。对，你输了再让你唱一首，输了吧。要我输了再让我唱一首，行。谢谢我们的韭菜，也谢谢我们那个，谢谢我们国度哥，还有北冥之谷哥。啊！谢我们一直唱一见哥，谢谢。大哥告诉了，大哥说这首啥了？让不行，这飞儿唱歌是真好听，让飞儿再唱一个呗。我说好嘞，那想听什么？
唱个欢快那个，就是那天你唱的特别火，就是特别欢快那个，我记得在我听那个。啊，就挺行啊，行行行，啥我忘了。哎，我看周这是周年庆嘛，16号。哎呀，那不用在乎那事儿啊。OK 啊，8点不见不散，是不是应该都是八点？应该都是八点对吧 ？OK OK OK， 害羞了。别害羞，别害羞。OK OK， 一定到啊啊！那天欢快的就嗯。这个有点太欢快了，好像。哎，是我的电流声吗？不是，也不是我的呀。啊，你的。好嘞，啊，好嘞。点歌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。本来我还想给你点点歌，时光一去不回头，
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谢谢，谢谢我们那个雪落，雪落无痕哥，还有我们的韭菜，谢谢谢雪落哥，谢谢雪落哥送来的气球，谢谢国栋哥，嗯，谢谢我们北冥之鱼，还有新宇、由来哥，以及我们的乐克，还有齐哥，还有天心哥，还有一只穿云姐，谢谢谢谢。八点的时候我会去官方991唱了一首歌，唱了一首歌呢我就会回来，回来之后呢咱们七彩的有的主播还有几个徒弟嘛还会在那比赛，到时候大家呢我会在直播间指挥去投票啊，你们就去投完了你们就回来，我说投谁呢就投谁，但是指定是我们七彩的主播啊。好，我现在就说到这里，我们八点的时候呢我要准时去官方啊。好久没有给我听到歌唱那个小树林了，嗯，小号，到时候小号大家也多准备一下。嗯，换一个，怎么的了？你这不喜欢了又啊？你不喜欢了呀？你这换的速度也太快了。嗯，哪里投票呀，菲儿姐？会在991官方，记得咱在家啊。OK OK OK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真是的。国度哥呀，还有我们那个，还有我们雪落哥，以及我们那个北冥之鱼，哥，你喜欢听啥你就别客气跟我说，会唱的我就给你唱了，不会唱的我也会学，就是别给我别点什么粤语歌、英文歌呀啥的，我都能唱。嗯，记得那个歌叫记，嗯，我看啊，记得咱的家吧，记得咱。这我不知道能不能唱得上去呢，也谢谢我们家小韭菜。这个送给我们的听脑歌，送给全场的所有的小宝宝们，祝福我们爸妈身体都健康。每一次离开家，父母总是把我下，拉起我的双手，说不完的叮咛话。外面的世界会有风吹打，累了倦了要记得回家。又是一年春风刮，飘不得游子好想家，想起远方的父母，眼里泛起了泪。
是一春风花，漂泊的游子好想家，想起我的父母，眼里泛起了泪花。爸妈含辛茹苦把我们抚养大，为了明天的美好，我们却离开了家。觉得我还不能出师，我不能出师，种花了吗？啊，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需要师傅指导啊，我不能出师。师傅，你是嫌弃我了吗？嗯，我还有不能出师，不行。你这不是出师，你这要逐出师门呢。欢迎枫叶哥哈，也欢迎后进来的宝宝们。Hello Hello， 嗨，不对，师傅是我收的，我是收师傅的，不是。你整错，你整岔劈了，你位置站错了，师傅。你得摆正你的位置，你知道吗？种花了，种花了，我看见了，谢谢零度哥，还有贵哥，简单，还有原来原去哥。小丫头越来越棒了，谢谢关豆哥。八点了，那我就先去了，时间差不多了啊。我看我要唱一个啥歌呢？嗯，我唱个啥呢？哪天把我逐出师门吧？不，嗯。唱个有气氛的歌吧，那还唱干就得了吗？唱个有气氛的，毕竟是一个开场嘛，对不对？毕竟是个开场，那就干就得了吧。嗯，那我先去了啊，拜拜。不行了，我得赶时间呀。完了，真爱着急回来再开，我关不了直播了。谁把麦序帮我清一下？我关不了直播了。
慢慢去帮我清了吧。